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介绍这台车子。那这台车子呢，我蛮喜欢它一上车的感觉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一上车的感觉。哇哦！呵呵，一上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。这台车方方正正的感觉，哎呦！我们先试开一下，没有改装时的样子。会打滑哦。哦，里面的仪表板好小、哦。后面呢，就一般的座位啊。起步还蛮快的，我觉得。那我们改一下车啦。看一下啊，中间那条红色是什么？改了。保险杆这有什么？哦，可以换。哦，副色调是红色，难怪有那一条。STD 是标准的意思吗？原厂啊，对 ，STD。贴满满，最近还是很流行贴满满。哎呦，两个车灯吗？拉力赛，甩尾王的，我觉得这种车型就一般的原厂就好了。后保险杆有什么？啊，贴满满，换个碳纤好了。盘里面有防滚架在，防滚架哎，又有冲撞的 ，OK， 全包了啦，对不对？引擎的话加的话会有四个，铝合金。它的挡泥板它是直接改边边的颜色。哦，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全部都要贴满满了 ？OK， 那水箱护罩也有贴满满吗？哦，你看它的车灯，它的车灯就要雨刷啦！你看雨刷，大灯雨刷，哦，打叉叉。这个晚上会是怎样？好，发现这台车还蛮酷的。我把它改完再改那个上面哦，好花哦。好啦，贴满满，试试看贴满满会长什么样子。车灯，哦，它有涂装啊！那我涂装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我先把这个贴满满先把它撤掉？是在引擎盖上面啊，原厂的后保险杆，还有挡泥板嘛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先改这个外观，再用那个涂装好了。车顶，天哪，单车架这是什么？OK， 百叶架，我先不改这个，我先看。侧裙，哇哦，它也是贴满满呢。扰流板，
甩尾好大啊，这好像钢琴键。OK， 静电。变速箱好，涡轮。轮胎强化，烧胎黑色，淡色啊，基本的东西改完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涂装啊，非主流小子，非主流小子，好多 mark 啊，防锈，我刚以为是木纹的，这样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大虚全拉力哦，竞速高手，这也不很好看的。哇塞，最近流行这个鲨鱼嘴就对了，鲨鱼嘴，富家路战士，二 D 关系，哇，应该很多人选这种颜色的车吧，因为这有。这个动漫的颜色，等一下你看是什么？你看它中间的两个，哇 ，Rockstar Games，OK，、okay, 我应该选这个二 D 关系吧，这个非常的好看。那我第一次看到它出这种东西，哎，好像有一版紫色的，不知道是哪一台。OK， 那我们的喷漆换一下，换一下。等一下，你看上面车顶，上面是不是有涂装啊？是不是？白色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用黑色就看得到它。哎、欸，它其实是有涂装的。那我是不是就要用黑色？那就黑色吧。我们的副色调，副色调换。哦，副色调是里面的。那就红黑色看看效果怎么样。红黑色其实也不难看、啊。再换一个。黄色。哦，它前面的胶带也会换。那我觉得就红色啦。亮红色。OK， 装潢颜色。黑色吧 ，OK， 哇，真是好看，来，我们出去，哎、欸，天亮了，天亮了 ，Go，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哇。转弯会有一点不是很灵敏，像这样转弯。不是很好过弯。哇哦！第一人称。觉得还不赖，不赖还不赖，哇！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给我大大的喜欢 ，OK？ 那多多分享出去哦。这台未上市的新车即将上市啦，喜欢的话就去买吧 ，OK？ 先这样啦，拜拜。